快面风采促成抒发公路、台铁北回线、西浦管线、台南港一段共得，未促成台东街连外交通受到影响。加那西行南回线也系初步延期。甚至北东红线当年该运能加那450多人，所以风采离开高雄多近，西贡搭用不延期，农草都冷冷冷，加那西排列等候部。东东游客都真正呢，取消台东街的游行程，至少推派的旧闻差不多就一到三成。上礼拜昆明风采登陆，苏花公路、台铁东部北回线、老西埔管线都团贴。虽然一礼拜都受抢修，恢复单线双向的通行。西雅人强因为人事人杀发电梯通，半夜处于气势的推动私有行的旅游补助人潮，而且也只有一到三成的人下了推贴。有啲人杀接到的规例，还全部都取消。暑假的住房率本来有慢慢好起来的一个趋势哦，那在经过这一次台风，那铁公路受损的一个情况底下哦，那取消来到将近30%左右。因为他们要搭飞机，也不见得有机位可以过来，或者从南回，那成本又更高，所以取消的比例在100%。受到铁公路就抢走了一丝比洋机，也比北东的比洋机抢有6票，每一票抢走了在73人。风采高黑，差不多达标做起天威奶奶。然后也是有一百铺潘公也看医生的推动民众，像做得多机场的后部等款啊，地方做羡慕航空公司做得加开标识，也还往行开太比人机。机型是可以飞到100多人的机型，那目前就是看目前交通部后续协调航空公司的状况、运能的状况，他们应该会做一个整体的考量，看是不是来做加班。李永业则讲，交通是观光产业的关键。遇到天灾团体的时节，短期都无法恢复，呼吁相关的主管机关应该行开莲花的来跳脱大厦。客家新闻陈明同不同？